今天要吃一个榴莲千层，一个抹茶蛋糕。今天要吃三个毛巾卷和三个口味的盒子蛋糕。
先吃毛巾卷，现在毛巾卷我自己自制了一下，自己加了奶油和水果在上面。这个是红茶珍珠的，奶黄流心都快化了，像这种动物奶油的话，如果拿出来不及时吃就很容易化，但是它吃起来就会不腻，动物奶油就不腻。抹茶的，我自己喷的奶油都化了。这个是梅伦瓜的，不是抹茶的。每个口味都试一半，我比较喜欢吃这两个口味，奶黄和那个奶茶的，这个比较清新。我大可乐，奶黄流心月饼，这三个盒子的水果是我自己加的，也好看，这是豆乳的，其实然后我加了芒果在上面，自己加的。这是抹茶奥利奥，自己加的青提在上面。那个奥利奥好多。